小仓鼠为了一根薯条能有多拼？妈妈吃薯条是这样的，细嚼慢咽。然而儿子是小老鼠吃饭的时候喜欢发呆不专心怎么办？给了坨坨一块饼干，结果又思考上了，怎么说也不肯快点吃。自从上次悟空妈妈借用圆坨厕所后，圆坨就变得特别警惕，结果今天小黑脸放风药炸。从那之后都要检查一下屋门有没有关好，检查完之后还要再看一看门前有没有其他小朋友经过。小仓鼠也有大高个，站起来的圆墩子是这样的。然而圆小花是当姐妹来到我的快乐星球，好幸福呀！你看他今天这是谁喂我呀？哎呀，然后呆住思考一下，对，有点不认识了。后面一大堆等着。